TVB 视后胡定欣和好姐妹黄志文和姚子玲7月22日现身香港将军澳电视城出席公司网络直播平台周年庆活动。今日有报道指，香港艺人去内地拍戏，一部剧的酬劳就相当于在 TVB 一年的工资。不知道三位当家花旦有没有都心痒痒的想去试一下水呢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如果在内地拍戏的话，我的还没试过，我去探一探，听一听我的家在外面有多久。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吗？一个组合是吗？对对对，还有关于姊妹啊、友谊的一些题材的剧。另外，最近香港娱乐圈也传出很多喜事，很多艺人都到了结婚或者是生孩子的年龄。而在胡定欣、黄志文和姚子玲当中，目前只有黄志文不是单身，但是想必大家都蛮想快点结婚的吧，毕竟女人青春有限嘛。现在我们三个连吃晚餐的时间也没有。对，你先跟我们吃吧，等你咯。我有空咯。你什么时候啊？没有了，就其实我很久没有看过子文。对对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